我们45嘛哈，45开始。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心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哎，开始。因为我等下，因为咱来，咱一定来民政府上足济摆啊吼，上课上几啊遍啊。啊，逐遍拢恁听阮讲啊吼，啊，即届换我来听大家讲安尼好无？啊，大家准备一下，我先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我等下请一些人，就是说上来这边吼，讲吼伊来遮上课的心得。大家放松一下了吼。讲有一个人吼，伊去一个金纸店要金纸，要甲祖先烧金纸吼，因的祖先。啊，去到迄个金纸店的时候，伊发现今有足侪新的物件。既然金纸店冇迄种吼手机用纸做，做甲有够型，啊冇笔电安尼啦吼。哦，啊一个少年来讲，甲迄头家讲，真奇怪，阮祖先迄阵也无电脑，也无手机啊。啊，你这手机啊、电脑，我烧互伊，敢袂晓用啊？啊，金纸店会头家着，安尼讲，少年，你惊啥？贾博士拢亲自来甲教，你敢惊伊学袂晓？好，我请问吼，咱大家勇敢的，有没有人自愿先上来，讲一个你来遮上课的心得，五分啊十分拢好，好无来？我们有没有人先勇敢的举手？因为我都开始第一遍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嘛皮皮喘嘞。本来秘书长安排我点外钟的课，我半点钟就拢讲了了。结果剩的时间叫一个蔡委员长替我讲一点钟，所以吼啊，行到即马变袂惊，所以吼咱一定要有第一次，不要怕。尤其吼你即马起来讲哦，秘书长伫楼骹伫网络去看哦，伊个捌你啊呢，这是最好的自我介绍的机会。来，上面要第一个先出来。有没有人？好，请再拍手一下。你五分、十分都无要紧。好，来。啊，安尼，副主席吼，安尼，恭喜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高雄州吼，陈国茂啦吼，儿童陈啊，国家的国茂，生的茂吼。我伫2009年三月份吼，就开始上课啊。大家一定感觉讲这句话，敢若逻辑上不通，对不对？因为台湾民政府台湾西部改革们伫2010年元月份吼，大开始第一初级班、含高级班拢第一期嘛吼。初级班，啊对啊，迄阵初级班第一期2010年的元月份嘛吼。但是我第一届接触迄个伫网络上接触是台湾玉山网络电视台吼。一个窗口也看到，啊，迄阵我就开始算讲有咧上安台民政府的一挂网络上的一种消息，啊，但是研究国际法律吼，超过20年啊，就是伫我20几年前退伍时阵吼，就开始研究安台湾即个历史啦吼，啊，有关安台湾史哩岛内史这部分研究较济。啊嘛，较正确啊，但是吼，伫国际数据方面，就是完全等于说研究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加呢。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底案呢，过去安西欧教育内底历史内底吼，工作少啦，所以研究台湾的历史，只研究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未定论，就敢若研究甲未定呢。但是迄个时阵吼，无像秘书长。伊是甲下关条吼提出研究，啊，尾安看原文了，安那知影讲哈，原来咱这土地是大清光绪帝和大日本皇帝，就是迄个时阵的昭和皇帝嘛，吼、哦、所签的，啊，这因为是殖民地，所以会当割让，会当吸地啊。但是咧，你若准讲是领土的时阵，就袂当割让啊。所以，伫东华时代，一直对一挂前辈吼，前辈一直咧拍拼啊。伊早支持东华，怪支持民进党，怪阮个是去创
建国党，阮拢创党的党员。啊，尾下咱才讲，原来行这条路吼，荒废了二十年的青春呐、啊。所以我今卖年纪，哪个减二十年吼，我足少年呢。但今卖嘛老啊，五十外岁啊。所以感觉足后悔啦。咱一直到即阵吼，咱呾开始来咧研究，讲咱台湾真真正正这法律的地位吼，实在是浪费了一段很长的青春呐、啊。但是今咱三生有幸呐、啊，跟各位同心拢相共，咱就是咱的祖先吼。顶世人有烧好香啦，啊，所以今仔会当来遮，大家熟悉吼，非常非常的欢喜啦。啊，嘛谢谢安尼老师，我这个机会去来顶馆吼，有三五分钟的地书啦。啊，所以公家里那个人吼，词不达意啊。但是我的诚意到了，谢谢大家，多谢。祝贺，哎，祝贺哎，我高考比我以前。好好太多了，这样给啊，这样训练哦，啊，盖一定不得了。迄、那个那永远拢只要一口气在，我们都不显老。人啊，翘起甲无机会啊，咱只要一口气在，咱都会用为咱台湾诶所有同胞拍拼。啊，咱已经精神啊，咱来想办法去救阿未精神遐个人，因为咱吼国民党骗六十八年啊，要敢叫醒他们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已经醒过来的人，要叫那个还在睡觉的人。好，阿丹够第二位吗？够第二位。来，我们请那一位漂亮的小姐。等下哦，第三位准备哦。谢谢。大家好，我是新竹州，我姓杨，我叫庭轩。那。不好意思，突然看到认识的人，哦，你好，你好，好久不见。那我还是先分享好了。那我是毕业27届的高级班，所以刚加入民政府还没有很久，那也没有非常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的。那我妈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她有点像小孩子，所以我很疼她。有时候要不到糖吃，她也会甩太的那种吼。那有一天我回家，她就跟我说：“欸、妹妹，你去上课，去那个台湾民政府。”我说：“什么东西？”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不知道啊？叫我去上课。”她说：“嘿啊，我就听朋友讲啊，好像还蛮厉害的。你要不要去上课？然后，欸、如果不错的话，你回来讲给我听。”我就说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叫我去上课，然后我就想说，哦，如果不听他的话去的话，我可能到睡觉他都会问我要不要，然后我想说好啦，那我就去。那我上初级班的时候，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回去，我就试试看哦，把我的知识做个整合，我就回去就开始论战，我就跟他们讲，跟我妈妈讲，就阐述我上课的内容。那大部分的人听完的时候，他们都。当然，这中间产生很多的问题，就是我无法解释的，那也无法理解的。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哎，我好像讲得很厉害，我好像读得很通彻，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吼，很空虚啊。因为其实不是真的很了解，只是就是尽量把每个老师上课的内容，我自己大概做一个整合，这样子去告诉别人。那所以说这几天呢，我开始去翻开《新台湾论》。然后突然有一种感觉，哦，原来自问自答是这样的，就是自己看书，然后自己问自己问题，然后自己发现答案。那在这个当中呢，我才了解说，哦，原来为什么每一位老师他都叫我们读《新台湾论》。那时候还没有很深刻的体会，一直到这一两天，我开始在翻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而答案就在《新台湾论》。谢谢大家。谢谢。我刚好诶哈，我甲各位报告哈，《新台湾论》无诶人举手，无买诶人举手。请恁等一定爱读迄本册，尤其吼，你知影，迄含马关条约，伊签约伊迄个清朝甲日本各派一个官员去签马关条，因是安怎要签咩马关条？过来，伊安怎伊的立场是怎样？迄内面拢写甲足清楚的。又迄时吼，秘书长吼用足侪心血
去图书馆编下册，甚至日本的友人呐哈，拢把那个一些机密资料，还有美国一些机密资料，吼，伊甲整理出那一本书。那一本书你读完之后，你等于是将所有咱台湾历史吼，读读过一遍了，四百年来历史你拢知影。啊，一定爱读啊，无吼，你心会空虚啊。我以前吼嘛听尔，拢袂看。后来有一届，秘书长叫我一定爱去考卷所。哇！我都真正等做认真哈，我讲啊，这里面这么多资料，这么好的、这么好、这么机密的资料，你如果不去把它挖出来，哦，你真正来这上课是白上的呀，这无彩。然后，所以各位你们一定，你不管有要考卷序，无要考的哈，你一定爱等去看一本册，而且要很认真把它看过，做笔记哦。安尼搞哈，无看看困，你拢无效。啊，来，那我咱有第三位吧？啊，太好了！哦，哦，啊，过来，等下第四位哈、哦。等一下，哦，咱那第三位，我们先请。哎，今天最后人呢？我打到叫少年啊，没人举手呢。等一下，年轻人啊，拜托一下。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好，我来自啊，台湾最南的一端，就是高雄州桃洲郡，哈、哦。我信赖是值得信赖的赖，桃李芬芳的李，大家都要进步的进，大家进步好不好？好啊、我是高级班啊，23级，初级班77级的学生。我过去一概对历史一窍不通，我记得我上完课以后。我看了那个《新台湾论》，看完以后，我去跟朋友分享。朋友问我第一句话：“那你们既然是台湾民政府，要不要跟国民党政府革命？”啊，革命？那你的意思是要枪？哦，他说：“对呀、啊，他们有枪有炮，你们空手怎么跟人家战？”哦，我说对，你问的对，因为我们去上了华理，好、哦，我才知道，我们要做给台湾民政府是向美国接政权回来，不是向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接政权。他们都一直讲，你们几个人能跟人搞什么东西啊？人家第二大党是什么党啊？民进党，而民进党这么大。都，我才了解，哎，我对了，哦，我说你讲的对，对了，这个我都想过了哈、哦，啊，我跟他讲说，那你来参加我们台湾民政，我申请身份证。他跟我讲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儿子是警察，他说他的儿子是警察，现役警察，不能参加。我说我的儿子，啊、哦，是现役军人，空军军人，在台中机场，我的儿子叫赖振儒。他也是啊，来说过训了。哎，有没有？哎，有没有在座的？哎，老公是警察，儿子是警察的，有没有？军人的有没有？好，一位。老公是警察的。哎，老公是警察的，举手看看。哎，一位而已、啊。哇，好有勇气，来跟我一样这么勇气，给我们三个人掌声好不好？谢谢。啊，我的儿子是啊，叫赖振儒，初级是73级。高级是26级，他先来上那个初级的，上了回去了，跟妈妈讲，妈妈，现在我们台湾来低了，结果跟妈妈吵架，妈妈吵到什么样程度呢？妈妈说，儿子，我那个邮局的存款簿给你，我要去跳海了，严重了哦，有够严重的呀，有够严重的呀呢哈。啊，他就吵，我就不管他、哦。吵完了，我的太太出去了，就是我的儿子的妈妈，她出去了。我就问他说：“儿子过来，你上了课怎么样的感想？”他说：“爸，你一定要赶快去上课。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才知道。”哎，他说一定要上这个华理课，上了才知道哈、哦。结果我也来上课了哈、哦，上了才知道说，我们大家都很有勇气，你们知道吗？就给人真惊，很怕说被清算了、啊。像有的时候，我的儿子在警察，我的老公在警察，会不会被清算？啊，你的儿子不怕升迁吗？我说我的儿子准备不干了，不干空军了，要干什么？要到我们民政府
干那个，哎，黑熊部队吧，对哈，哎，好，我分享到这，谢谢。咱足感谢这赖先生了哈，哦，伊另外伊都唔惊嘞哈，啊，我头拄仔无，我头拄仔无讲拜托伊来，伊家己举手来，我真欢喜。啊，过来咱先听啊，年轻人啊，拜托啊，等一下换你们咯嘿，来。其实咱只有足济法官、检察官来上咱的课啦，所以大家免惊。啊，若有代志，秘书长一定抓第一个，伊也防抓去，恁甲走就好啊。啊，伊也袂防抓去，唔免走。啊，各位大家好。啊，我是宜兰州的，姓萧，萧依英，做花莲吉安乡宜昌七街三号。我今仔日会来到遮，就是阮查某囝何富梅哦，讲嘛，即摆有台湾民政府吼，啊爱创新闻奖安尼，啊我讲，哎呦，啊即摆来变安尼，伊讲，嘿啊，中华民国拢灭入，无啊就对啊啦，我讲有影哦，伊讲，啊你要创无？我讲好啦，甲请落，啊爸爸你要不要？我阿公，啊创个什么？即摆咱都国民党迄个有个新闻奖哦。哦，以后拜好，你后摆拢莫找我啦。啊，结果我创落了规个，哇，规家伙拢创来，我诶写信即马嘛规阵啊，拢足大堆诶。像即届上课转去，我嘛搁招两个搁入咱诶新闻奖内，我拢会叫因来上课啦。啊，我遮孙啊拢嘛带来，嘿，啊，我是希望讲咱即个台湾民政府吼，赶紧成立起来，安尼，谢谢大家。祝福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足几啊年啦，只是讲啊改要执政安尼啦吼，啊咱执政吼是，咱毋是啊中华民国执政哦，家接掌政权，是美国家接政权，左手接政权，右手交给我们吼，所以咱甲中华民国毋免有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冲突，所以大家放心。啊，过来，咱严哥请下一位，有没有？来下一位谁？好不好？你好不好？来，进来，来，较勇敢的人，人个赖先生，人个阿公阿妈拢来啊！你惊啥？自我介绍也没关系，因为你话这是训练自己胆量的机会啦，真的。大家同心，大家好。我是高雄州，我姓朱，我住屏东，啊，阮厝拢做实的啊，是嘛有滴卖农药肥料。啊，迄、那个，我去拜台湾民政府是因为阮姐姐啊，嘛是咧甲我讲，伫个正年前，我咧伫万年湖的时阵，伊咧帮我做工课咧甲我讲，啊，我讲伊咧对了对历史咧开始甲我讲，我就了有认同，爱就讲啊无就会使去拜开始上课，我就对去拜，啊对去拜对一寡历史，台湾的历史啊，甲国际的一寡迄落情形就较了解，啊你。啊，就开始甲对厝人、甲阮爸因讲，阮爸起初嘛无啥认同，因个最近留啊平常时也有咧甲因讲，啊讲了后，因着最近咧情势，因嘛留啊有咧了解，所以最近嘛较有迄个认同感。我是希望讲，大家当心嘛，伫平常时啊伫厝人诶时阵，啊讲着较少咧甲讲诶话，人会较会接受啊。好，谢谢。你第一次开讲，啊，介你吼伫恁州内面吼，你都有机会去你讲啊，你都免惊吼。其实吼，秘书长刚才有讲吼，讲美日安保条约啊，钓鱼台吼嘛属于安保条约内面。恁知影钓鱼台古早是清朝迄阵，清朝就马关条约就是大清大皇帝将台湾配合吼挂牛吼日本大皇帝对吧吼？大日本大皇帝，钓鱼台也包括在那个东西马关条约里面哦，吼。所以钓鱼台嘛是咱台湾附近的属岛，所以拢规个拢挂日本去。啊，迄阵钓鱼台是属于台湾这边的，那是辖区嘛吼。啊，迄阵是宜兰州管的，伫日据时代啦，日据时代是宜花东管的。啊，所以迄、那个奥巴马伊讲一句讲。日美安保条约包括钓鱼台，钓鱼台就台湾的啊，就是等于是台湾，配合嘛是
属于那个安保条约里面嘛，哈，日美安保条约里面，所以伊拢无很明讲啦，因为可能嘛不会引起太大的风波，大概因为哄骗六十八年啊，大概也会惊，而且慢慢叫精神，慢慢讲，慢慢讲，啊，足奇怪，用骗的足好骗的，啊，用讲真的，真正话台湾人拢唔相信，骗六十八年，大概拢信甲买买，啊，秘书长啊，咱的领导人林志深博士，甲咱讲实在话，既然大家拢唔相信，拢讲伊是诈骗集团。哦，啊，诈骗集团嘛，足忝的，骗遮侪年吼，阁愈侪人要来互骗。那大家可以可知啦吼，我们绝对讲的是真话，中华民国讲的那种假话，我们一定要拆破它。过来，咱有下一位年轻的，要不要？我们刚才有请几位，有没有人？啊，壮胆，有没有？好，请过来。对啦，安尼唔敢。啊不你，你是啊，该变哪去做政务官、甲事务官？你含起来讲话都乱唔敢，你是变哪去？你去甲准好了，准好你去一个户政事务所，互你做主管。哎、欸，你每一工嘛是爱精神讲话，你也要学呀、啊，对不对？啊你现在都不敢上来讲，那你以后我们怎么派你去呀、啊？等下无起来人考虑哦，可能不派你去哦，赶快上来，至少讲两三分，自我介绍没关系，来。大家用心，大家好。我叫，谢谢。在座可能做侪拢年纪比我大，啊，我叫齐明健。啊，我是台南州的，啊，其实我是阮家上晚来参加的，阮家是阮爸先开始了解了，我开始认真去了解。啊，了解了，我就感觉，啊，我即马是台南州嘛，啊，我是台北读册，啊，就拢加减去了解，啊，我爸甲我讲了，我阁来上课了。其实我着拢感觉，即个法律啊，啊个咱台湾的出路啊，拢绝对是无问题。我是拢无怀疑讲以后绝对会当执政，而且咱会当片面做侪迄落咱的意识形态，啊个要统一还是独立迄种纷争，即摆台湾人的意识形态上过强啊。啊，我着感觉呢，这是一个足好的出路啦。啊，着感觉讲。我是毋捌去怀疑讲，这会成功袂？我感觉一定会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我着有滴人写着，甲我一挂台北哎，我的同学讲，我感觉即马上界大个问题，就是讲哦，大家人个意识形态够足强个，啊，要接受个程度吼，着该足直讲个安尼啊。我感觉讲，咱接近了，其实上爱烦恼个就是可能咱一挂社会一挂改革得真正去做。以前我的同学啊，大部分你遐之前的服贸啊，还是啥物有诶无诶，拢我做者同学拢感觉创起啊。啊，感觉讲即马真正台湾啊，民政府也起来，咱就是爱想办法，互咱的台湾的迄落局势会当互较平定的。我这是我上大的希望，啊，搁一寡无够正义的所在，咱甲改革过。像咱台湾，大家拢知影。媒体是上大个问题，啊，搁足济社会运动，咱要安怎去做咱个执政？我感觉这是上大个问题，所以我感觉爱想个就是咱执政了真正要去做个代志。我感觉这是搁较重要个代志，啊，我是毋捌去怀疑过讲咱会执政袂，我感觉一定会成功。啊，咱着一直拍拼，啊，想讲以后真正会咱互台湾较好个，啊，就是我一挂感想，谢谢。服贸这个问题吼，咱大家免烦恼，迄是中国迄边的中国人，甲台湾这边的中国人，因签的合约啦吼，甲咱台湾人无关系啊。吼，伊中国人啊，介伊也不爱签身份证，我们就把他视同中国人，那会两年选定嘛，视同中国人啊，不爱选身，不爱办身份证，那啊介咱就是金门猫做平潭岛。哦，请因去啊嘛吼，这是习近平啊、奥巴马都已经拢讲好的，啊，所以吼，咱免烦恼，咱台湾民进会人嘛，免去介插胡闹，为什么跟我们没关系啊？那是两，因迄个台湾啊，还兼两岸中国人的代志啊，因免了签是因的迄个啊，跟我们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大家免烦恼遐样代志，啊，免去介插，插有点吵得不对题的，啊，过来有无？还有人？自愿吗？有吗？好，太好了，感谢。
因为若无啊，我都要来讲我的讲我的啊。各位同心，大家好。我是宜兰州罗东那边的人哦，啊，我长期以来吼，我第十期、第九期就来来读高迄个高级班的，啊，初级班的，干咧三十几我嘛未记咧，三十九嘿，啊，我读一读两礼拜对安尼哦，佫对撞这个历史安尼哦。就是中华民国做一唔对嘅代志啊！咧，你若想我读一个国民学校六年毕业尔，逐项都唔捌，要出来社会趁钱嘛未晓，都临时安尼来找一个读比咱较强嘅人。哦，即字英语有做啥？即字有做啥？一工拢学两字，一工学两字一定爱记喺头壳底，免偌久就去话学了了。A、B、C 二十六字我嘛拢要念。即嘛，Are you well？ 迄个也要念吧，嘿，哦，人拢爱用心嘞。所以我即嘛是要讲一个我的心声吼，我长期以来吼，农的进入甲土木工程去，农的吼甲解也拢在咧甲委托人代管咯，家己买落去做。啊，我伫阮遐吼，人拢甲化笑的。啊，你呾一家地嘛，甲工作一区啊咧。我有也当安尼变啦创安尼，好真简单嘞。我拢甲叫来训练，食水也啦食，也破水也啦破，吼、哦。啊，就啊放风迄路，啊，我老爸嘛讲，啊，你那是痟嘛，你产路遮大苦，安尼。我唔是痟，未来爱加入机械化，袂使定啦，安尼逐工都啊看牛，吼、哦。啊，伫砖头吼，我拢发动我家己的所在安尼吼。咱要安那来比政府较紧，要做政府若要甲申请一个工课吼，拢爱经过什么哦，什么话什么话，安尼直过安尼。我唔免，我拢地主甲叫叫来，来咱来开路，遮来甲破几米路，破遐大条，吼、哦，啊来大家来安尼来迄路，啊公所路破过，遮大条拢无破得物价，我阿都来拍，嘿，啊实在吼，这政府的政策若做唔对吼，会变个拢做唔对。你知无？不管今仔日来哦，咱大家伊讲啥，咱就爱做啥，实在唔对，咱爱做先行。现主席有一寡违法的土地吼，我拢无照伊咧，我著甲吞落去呀。你讲做田，我干那歹做田，我著甲吞落去。吞落顶面去创啥？甲大寮啊，互遮较艰苦的人出来做加工的。有诶做猪头皮啦，有诶杀鸡啦，有诶做办公室啦，安尼吼，来来合作啦，哦，则甲收一撮，则甲收一撮，安尼收一个税金嘛就好，安尼大家够有头路，对无？伊要唔敢来甲检举，你知无？我嘛唔惊检举，安怎？即个中华民国是有够真正有够乱创造咧，你税法嘛共款咧，咱即个古早诶迄个迄个。公共的吼，甲你讲那遐底下坐吼，啊拢，让你分创，让你分袂开啊呢。啊，用个低分的，吼你几分之几，你几分之几啊呢？最近啊，来你抄地皮，即摆我已经发展起来，甲一平有厝地有10万的价值了，啊那农地有3万以上的价值了，吼、哦，我拢买互伊，买互伊讲，我讲卖，甲月。六月过甲十二月这个中间吼，政策若变的是，咱再来讲，安怎？我无等民政府起来吼，所有的土地我绝对无变，安怎？嘿，啊无吼，这吼这又唔知啊吼，咱一面要换后摆未来要换政吼，咱爱查讲国家所发令出来问题对唔对？这个上要紧。唔对，你照常他甲拖落来问，甲拖落来问，安在无？吼、哦，免惊讲伊是政府啦，你听无？免惊官做大啦，安在无？你有对，徛伫法律上拢唔惊，安在？
啊，佫一点就是讲，我长期吼出来这个做这个高速公路，我是土木工程，绿道开发工程吼待13年，中期开发工程待3年，拢做16年。高速公路一公里以上做12条以上，吼、哦，啊，伫阮宜兰做上少，干那做一个60米长的桥骨啊桥，安尼。上头弯的啦，啊要翘，啊要弯啊呢。这条桥哦，我拄拄退休，我拄拄坐高铁的伫德南甲德北，韩国啊标的，啊咱台湾的公司去家接落来做。啊遐做煞拄退休啊呢，我叫你讲啊，你好退休啊，趁身体要行行，好退休往好啊，要退休就来啊，哦，退休倒来先拿无用。因为安那样啊，因为要过一挂财产吼，要这少年啊，这少年啊拢唔知啊。因干了捌听啊讲，命过去安尼吼，啊也要甲咱提起安尼尔，嘛唔知啊讲伊家己地分伫叨位啊呢？安尼，所以讲哦，这个长期的教育吼，啊错误遮尔济吼，我真反对讲啊，今仔日这个中华民国吼，这个教育吼，啊你甲咱教甲遮失败安尼，何我安尼哦要？三地人出来了，我内面都有三地人。阮牵手嘛出来，我查某嘛带阮查某囝出来。啊，今仔日带阮牵手，甲阮查某孙，嘿，今仔日换因两个来。哦，内面底安尼有三地人出来，啊，四个人尔。啊，要搁讲我遐较官学校的遐，我家己后生，伊遐拢是高科技的工程师哩。哦，安尼讲袂落。啊，我是我会啊，我嘛真含慢哩，我当唔得到也唔对安尼吼，安尼硬讲袂落去咯。即个教育遮悬的人，安尼咱既然来甲讲即个台湾法律，即个安尼讲袂落去，相信袂落去。安尼哦，希望遮哦，大家来，搁想一个办法，甲斗支持者，斗鼓励者，看较好的方法来甲鼓励。好，谢谢吼。中国迄边哦，有足侪来插咱这边的地皮嘛吼。啊，所以咱台湾这边有足侪迄个厝啦、土地，拢莫名其妙拢去予中国，去予中国客吼插，拢买去啊。啊，所以吼，咱阿盖呐，属于土地方面、地震方面的迄个咱的官员，恁即马吼就爱根据迄个想法阿盖变来处理这样代志，因为美国吼当时。伊嘛足侪外国人，日本啊啥去插因美国个地皮。后来他们美国制定什么法律，把他们的国土收回来，这嘛是一个真好参考的方向吼。如果阿盖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恁即马吼都爱进去研究外国人是安怎，这个对策是怎样吼？啊无恁咱若是要接的时阵，哇，那我们拢没有对中国人拢无法度。我听讲台北啊有一条路，规个拢阿六阿买去啊。既然迄条路规拢差五千几的，哦，我听啊，真艰苦。所以以后啊，对啦，对，好像报纸也有写，还是新闻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民政府要赶快加紧脚步哦。为什么？我说以后可能哦，那个痛也会比较痛苦，因为这是一个阵痛期嘛，吼，都开始一定有一个阵痛期啊。所以吼，即马有时间啊，你即马阿伯咱阿伯。正式执政哦，你即马都要赶快哦，多读点书咯。啊，而且外国的迄个资料啊，紧提出来看。我碰到啥物问题，咱外国哪处理？啊，甲咱台湾人参考啊，吼，做参考。越南的方法嘛真好，越南吼，因迄边外国人若买因的土地吼，迄税金啦，啊，搁迄落啥物遗产，迄个啥物赠与什么一大堆，那个税非常高，拢比因本地人买拢是超10倍以上的税。啊，所以因外国人无人有没有人有办法去越南炒地皮。其实以后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方面的资料哈。哎，过来，还有没有人？好啦，哎，咱家这位大哥，哎，少年呢？哎，我头拄啊拜托五六个少年，那拢无人要来，赶快哦，赶快准备。各位同心，大家好。我即阵西装也是三十年前做的啦，即马搁咧穿啦，所以我还佫30岁尔啦。开玩笑吼，拄则讲到这個土地问题，我是台北州吼，黄达金吼，啊我顶礼拜有
讲到这个土地甲这个主体政策，啊，讲一半尔，一半我头前讲一半呢，就是咧防止这个炒作啦，吼、哦，啊，我顶关的做法是讲第一点呢，咱为这个1945年啊，这个9月7日以后啊，咱台湾去予这个国民党的占领军。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搁因家甲咱霸占的一挂土地，咱我的想法是讲，咱应该去国际法庭甲告，告讲因甲咱霸占这土地是违法的，哦，这头一点。啊，如果咱咧国际法庭呐告赢，咱转来咱国内，咱家己处理，安尼就好处理啊。哦，因为我的想法是讲，咱若国际法庭告赢了后。将来我们咱会使，伊若甲咱外国借的钱摕去外国，咱拢会使透过这个国际组织去跟讨这钱回来。哦，所以这嘛是爱行这个法律。第二点就是这个马英九伊当选了吼，伊开始当选了就有真侪这个中资甲外资吼，来炒这个房地产，所以咱的房地产即卖起到这乱七八糟吼。这是有真大的原因啦，吼！啊，当然呢，咱同解好的方法哦，我的想法是讲哦，因为法律是咱定的嘛，啊，所以我是想讲哦，当然啦，咱也莫好吃亏啦，伊若要咱个征收这个土地，个征收回来哦，咱用新台票甲算价，啊，换做咱的正台票可以，安尼就好啊，这简单啦，谢谢。还有人好哦，太好了，来，我们，您等于网络看，里面都有在网络里面哦，啊、哦，所以很难得，对，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各位同心，大家早，啊，我是来自算是宜兰州哈，我从台东上来哈，我家住在三仙台哈，我阿美族阿米斯哈，那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用我们的角度来看整个民政府对法理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了解哈。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是我们，用原住民我们高沙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看土地的事情啊。其实说实在说坦白，我们接受文明应该不会超过100年。听得懂吗？没有超过100年，从历史来记来。那我要从1908年、1911年、1930年，最早有一个1874年的牡丹事件开始，那个大清政府哈，才有考虑要到东部去做开垦。也就是说，在400年前荷兰人来到我们东海岸的时候，他们曾经有派一支部队到东海岸。我们那边有一座桥叫红毛桥，那是日本人取的。为什么叫红毛桥？就是说荷兰人有进去里面，结果被我们当地的阿美族人把它击退。那一直到1908年七角湾事件，台湾的原住民那个阿美族人跟日本人对抗，不愿意让什么外族或者是外国的势力进入到我们的领土哈。所以我后来发现，哎，那个秘书长所整理出来的很完整的一个土地哦，中国人一直认为说，哎，台湾是他们的，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统治过我们那个区域，从来没有哈。一直到1908年第一次跟日本人打抗作战，1911年在我们那个地方城广澳事件，日本称城广澳事件，这个地方这个历史是在我们，你只要读中华民国的历史是看不到这些历史的哈。一直到1930年的牡丹事件才结束了整个日本对台湾的那种战争哈。那牡丹那个雾社事件哈，1930年的雾社事件，最后台湾的就是高沙族才愿意臣服在日本大帝国的那个之下哈。好，然后1937年的皇民化，1941年的4月1号。4月1号就是正式纳入日本领土哈。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事实上，
我们在那个我们的祖先在那个地方一直到清朝一直没有让清朝的这个什么大清这些帝国统治过我们那个区域，我们东部那个区域，至少说在我们东海岸是这样。我不晓得比较高山的这个泰鲁格也好哈，布农族也好，还有那个赛德克他们也好，其实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对高沙族的认识哦。其实从过去哈。 这些高沙族就是巨山为王哈，我们从山地哈，就是哪个山地就是哪一个那个民族哈，就最北边就泰雅族，中泰鲁格那边中央山脉那边就泰鲁格族，赛德克，然后到义山的时候就是那个布农族，义山下来阿里山州族，阿里山下来卑南山，哎，这是一分钟哈，阿里山卑南族一直到大武山的那个什么那个。 台湾族跟卢凯族，阿麦族在哪里？就是海岸山脉，兰屿就是那个在兰屿那边了，很清楚。当时的原住民跟那个高沙族跟高沙族之间是把领土当作是生命哈，你只要侵犯到我们的领土，你就是伸手一触。牡丹事件也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好，那大港口事件也是这样，大港口事件是在一九，突然忘记了，1878年的事情哈。好，以上跟。 伊会用来考军事哦，你有考过了吗？你有考过军什么？哦，你那个历史背得那么清楚哦，可以来参加我们考试。哎，剩五分钟无，我家己啦吼。不好意思，如果有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讲吼，咱阿盖吼，若来，比如说咱若都有点招这个机会吼，踮厝的恁就先准备超五分钟，啊，有机会让啊。 有机会让我们上来讲的时候哦，大概踊跃的举手起来讲，这机会足难得的。啊，剩五分钟，我自己讲好了，因为我有足重要的十项哦，要甲大家报告啊吼。咱知影哦，可能这些大家都网络这种看过足侪遍哦，青武会去用裁撤嘛吼，大家知道嘛吼，中华民国青武会被裁撤，啊，过来联勤司令部被裁撤，过来体委会迄边吼也被裁撤嘛吼。 这打拢知嘛吼，过来，三军司令部嘛被裁撤吼，中华民国的三军司令部嘛被裁撤啊吼，过来新闻局嘛去用裁撤，咱本来要去登报纸吼，报社嘛唔敢甲咱顶，今日去哦新闻局甲迄个处罚，后来秘书长甲美国讲，美国讲啊新闻局取消了，咱到我都上报呢，才有办法去登报纸，吼，这嘛是咱民政府一个足大的迄个突破了吼，过来。 军法局去用裁撤，唔是洪仲丘的关系哦。你看洪仲丘这项代志发生已经六十八年来几啊十件啊，不是只有他一件。但是啊，是因为借着这个机会哦，把那个军法局裁撤掉。因为那个伊是一个不法的子孙嘛，因为伊刘邦政府那也是有军，也是一种征咱台湾人去做因的军事占领的迄个兵，对吧？你看伊拉克。 去予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嘛无对伊拉克的人征兵啊，对不？那蒋介石集团来军事占领台湾，照讲七年都要离开台湾，但是伊占六十八年也唔走，所以伊那个国际法，伊袂使对咱所有本土台湾人征兵，哦，其实这是一个，这是美国对他的一种那个刚好迄个机会哈，要给裁撤掉，然后这也当然是我们告他啦，我们就要求美国说你爱。 用国际法去制裁那个中华民国嘛？过来，咱知影宪兵司令部哄裁撤哦，并入陆军。过来，那个军队来，党徽哈，还有那个就是迄个迄个车辆牌，迄个全部被涂掉了哈。那个无人机啊、飞机啊，还有战车，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军机哈，还有上重要的是新竹乐山，雷达基地。 主义警告经贸都一直拢美军控管，为什么会变成美军控管？那你要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啊，这照讲是中华民国爱去控管，谁让去要美军控管？因为美国是我们主要占领全国，那蒋介石集团是次要占领全国，以美国要怎么做，他也无没话可说哈。啊，够几行足趣味的就是，咱宜兰有一个台湾公民，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但是对面多咱警察局。 如果我们台湾民政府是一个违法组织，或者是一个诈骗集团，嘿，警察局早就对咱不客气，对咱真无客气啊！啊，是安怎？咱底下已经大概好几个月都没有事情。
吼，这个大家证明讲，你用，你也不敢讲，我们要去跟人家介绍我们台湾民政府，那用讲这个会累会听嘛吼，然后这个就是很好的那个例子吼，那好，我有十点吼，就重要，我先讲标题就好了吼，因为咱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吗？一分钟好了，OK， 好，那我们就。这科学不要等会了啊！我下一次啊，因为网络我都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那有兴趣的人吼，请去网络把那个资料拉出来看就可以了。盖哦，哪个有点招，请各位伫厝的先准备，好有机会起来吃。好 ，OK， 好，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十分钟。